到底春天我们该如何养生呢？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台子上啊有五个菜，这叫什么叫春盘，五种养生菜，对吧？蔬菜咱们也能养生，您啊就简单的帮我们说一下，先别说这是什么菜，它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功效，简单的说一下，我们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。一般咱们都知道它是降血压的一个菜。降血压。芹菜。芹菜啊。您确定吗？确定。阿姨，应该是芹菜吧。大点声，什么？芹菜。芹菜到底是不是呢？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芹菜。就为什么大家一说到这个降血压就能想到芹菜？别的菜不能降血压吗？对啊，降血压只有芹菜可以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宣传深入人心，给大家，我就知道一讲大家就会猜到。但是我下面就要问你了，芹菜降血压它哪部分的效果最好？哼，我知道。就是芹菜根儿。阿姨，您说是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东西一般都在我们家垃圾桶里面。看过以前的节目就知道芹菜根好是吧？是。但我得提醒你们啊，我们以前讲芹菜根是别的作用，其实降血压是芹菜叶儿。啊。如果是降血压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叶子要留下来，千万不要丢掉。这是西芹。这个是你们所谓的土芹菜对吧？其实这个就是中国芹，就药芹。我们中国人原产的就是这个芹菜，也叫药芹。这个是香芹，也就是您说的水芹菜。行，我们再认识一下，这是香芹，完了这个是咱中国本土的土芹菜，也叫药芹。这个呢，科最大了，西芹，咱都吃的是茎啊。其实西芹的叶子也可以吃的，只是它比较老，不好吃。我推荐大家一个小方法。就是咱们北方人喜欢农村喜欢用的，你撒上面粉给它裹匀了，再撒一点花椒和盐上锅去蒸、啊、蒸菜，哎，蒸完了吃，好吃。蒸芹菜叶儿。对，这个西芹其实就是一个，就是吃它当菜吃就可以了，它主要是纤维素比较多，那么你可以呢吃它可以补充纤维素，但药用价值它就不如我们中国原产的这两种芹菜。这个是药芹，你顾名思义它叫药芹，就是它药性是最强的，不管是它的根儿还是它的叶都非常好。特别呢，我们把它跟香芹做一个对比啊，这个呢是入肝经的，这个是入肺经的，所以呢这个呢，如果你要降血压吃药芹，如果你要降血糖就吃香芹。降血糖是香芹的、哦、这俩还不一样，香芹是降血糖的，对，完了咱这药芹是降血压的、哦、对。再有一个呢，这个药芹它还降肝火，它还去湿气，那么这个香芹呢它降的是肺火，解肺热，化热痰，所以呢你就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你选择来吃。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老师，就是我们这两个菜是炒着吃好呢还是凉拌着吃好？其实炒着吃或凉拌吃都可以，但是我建议如果说你是有热痰的人啊，你吃这个水芹菜这个香芹的时候，既不要炒也不要凉拌，其实你就是把它直接你就掐这个嫩叶子啊，就生着吃，放在这个碗底，然后你把家里那个煲好的那个汤直接浇进去啊，不要下锅，就直接把汤一浇，这个汤的热度就直接把它烫熟了。什么汤？吃随便什么汤。什么汤都行。家里喝汤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底，作为垫底的青菜。把它当做像香菜那么用。对对对，特别香，不要下锅，它算一种香料。然后那个香味是非常的好，并且特别的鲜嫩。这个根呢？这个根也非常好，这个根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治疗慢性小咳嗽，如果你想要效果最好用香芹的根。那这个叫香芹，是不是从这个香味上它在这三个当中是最香的？对，你可以闻一下，因为它药味不浓，它有一种清香味，所以这个你如果是直接用那个汤烫熟以后啊，整碗汤都是这种叫芹香味。对，很有清香感，非常爽闻。对，所以通常做鱼的时候你把它垫底，然后把鱼汁儿浇上去，那整碗鱼也是非常的香，它也可以去腥味。我看了一本书上说那芹菜你还不能吃，因为会感光。对对，会晒黑，有这说法吗？这个是对的，芹菜是会产生光敏作用的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在早上你出门要晒太阳的时候多吃芹菜，最好是呢吃完芹菜以后不要晒太阳，或者你是下午或者晚上吃是可以的。这个还要注意时间段，如果爱美的人要下午或者是晚上您吃芹菜，白天千万别。
对对对，它有一点光敏作用，但不是非常的强烈。后面我们还要讲有比它更厉害。好，哎，那比如说咱这个芹菜根儿，我不就不可能说这么着直接生吃，我这怎么吃？您告诉我们，因为它不太好吃。这个有两个方法，如果是比较鲜嫩的芹菜根儿啊，你直接拿盐腌个十几分钟以后呢，凉拌吃。第二个吃法就是，假如已经很老了，你就索性用它煮水。煮水来喝，加上一点陈皮，就是作为一个调理的药茶。你还可以把它晒干留着，什么时候咳嗽了你再拿出来喝。其实这几种芹菜的根都可以这么着吃，对吧？都可以。对，一般西芹你是看不到根的，它都给摘得很干净了。哎，而且西芹药效也不好，我们就用药芹和香芹。那你说这个药芹的这个茎，咱们像我们家一般，我摘菜我只留了这个茎，然后根和叶全都丢了。你说炒的时候这个火候和时间有没有讲究？芹菜你们发现没，它是很好熟的，本身生的你都可以吃，拌沙拉都可以。对，所以你是大火快炒，并且我一般会后放盐。如果后放盐的时候，芹菜这个汁儿不会，就可以呢喝到，就吃到这个原汁，就是里边这个芹菜汁，这是天然营养素。